大陆有水怪吗？不知道，我知道尼斯湖有水怪。知道大陆有水怪吗？我知道，长白山有雪怪啊，真的。不是人参精吗？知道，这里跟尼斯湖都各有一只水怪，很赞。但是他现在很冰，应该他们在睡觉。我现在来到新疆的克纳斯湖，这里位于北疆的阿尔泰山脉。然后克纳斯湖相当有名，因为这里传说出现神秘水怪啊。不过因为现在是冬天了，整个湖面你看在我后方这里大结冰啊，厚厚的一层冰，所以呢水怪有可能呢现在是躲在这个水底下了。好，说到水怪这个历史呢，要从43年前1980年说起。当时有人说曾经看到一个庞然大物把这个在湖边喝水的马匹给拖下水了，但是从这个传说至今哦，四多年了都没有人拍到水怪真正的样貌，但是它的传说呢却一直都在。赫纳斯湖水怪到底存不存在呢？刚才也说了，很多人都目击有看到它，包含在这个湖面最多的就是有一个庞然大物在这个湖面溅起水花，可是从这个以前到现在都没有人有拍过它真正的影像。所以赫纳斯湖水怪其实也跟这一个大陆在这个长白山天池水怪一样，它的真面目始终没有人看得到。但其实后来科学家有解密克纳斯湖水怪，它呢并不是水怪，它是一种大型的鱼。可能看不到，今天可能看到水怪了。对，那这里的水怪是叫哲罗龟。我之前有一些人研究，哲罗龟可以这么大一只，然后它在那游，然后组成了，然后在上面的高台，很多人就是看到它在那游。在那出没，但是现在看起来呢，看不到，对，雪怪看得到。